不要自己讲，桃花哥晚上好，雪莉，晚上好，Jack 上晚上好，Jimmy 上晚安，思妍 晚上好，Jack 上也打来来晚安，今天的美丽好漂亮啊，谢谢今天的美丽好，谢谢。小三妹妹你好，今天我吹到了多少有东西？我的吗？不对，每天都很漂亮，谢谢你。今天好漂亮，为什么？因为今天有化妆。好的，你回念，大家晚安。Three boy，谢谢送我礼物，谢谢送我礼物。只是蛮多话的。エロミこんばんは、エロションこんばんは、ともさん晚上好。今天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哎，我有，谢谢送我亲子关。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不是没有人开直播？是吗？还现在，草莓酱晚安，Kevin 上晚安，勇哥晚安，John Connor 晚安，几点等会开，OK。晚上好，谢谢送我很可爱的礼物，小狗狗。今いちごチーズタルト食べ、え、絶対美味しい、我也想吃。现在只有你，好开心。小猪妹妹口红颜色好好看，谢谢你。哎，可以教我你的名字怎么念吗？我忘记你的名字是怎么念了。8点比较不会想睡觉，不是我有精神，可是今天有点想睡觉，想睡觉。要和林 MJ 上晚上好，晚里里哦是吗？晚上好，按到了，都很多人，灰冷。雨送东啊，他叫的名字很难念。QK，好久不见，明天第一次分组表演，紧张吗？我今天真的紧张，我真的很可怕跳座，真的很可怕啊！今天练习，然后去练习，然后我跳座很多很多。跳座，所以我解释或复习一下。谢谢送我玫瑰，生生糖，飞机小姐，我不是同级。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的礼物。因为要跳的部分偏多了，辛苦了，真的。没关系，我会只看到完美的朋友。我会努力的，小上面的公演加油，谢谢。M 的小三，我是小三，难怪他每天就很开心了。诶，赖赖会来吗？不行吧。睡了，对吧？哼，格子比较难，还是跳。我会努力先做粉丝。那我肚子我还没吃晚餐，肚子很饿。那你一定叫山小拿走，谢谢送我礼物，谢谢送我，爱你哦，谢谢。
谢谢。赶快去吃晚餐。没有晚餐。应该是两个都很难。什么两个是什么？我姐想睡觉了耶。真的很想睡觉。吓到。很大声。晚安，我觉得忘记梅林比较难。什么东西？嗨，大家晚上好，切尔顿。那我就记得看的，他在补习不难看。好哦的，好的，下播去睡啊。不行，要练习一下，明天真的晚堂。对呢，大家，今天我想讨论一下，我忘记讲什么，我想讨论，我要。我现在在 TDP 里面没什么角色，也没有很多粉丝，所以帮大家复习一下 catchphrase 吧。啊，也是要。然后我想什么样的偶像可以被可以很多粉丝很多人吸引吗？不会讲，就是怎么样的像我要自分的 character 像是这样，我在你对可以吸引更多粉丝对，我要怎么样？什么样的偶像的路线？对，我现在真的很迷路，所以粉丝也其实没有很多。什么样的粉丝可以让很多？什么样的粉丝可以让很多人喜欢，而不是成为自己理想的偶像吗？所以我想问一下，那我不够好的地方。我想听他家的诚信话，这是我不好的地方。还有我觉得很好，我的很好的地方。还有提醒我，就是怎么样的，我要怎么做更好，变更好，怎么样的偶像才对啊？对，我要当怎么样的偶像？偶像。梅林听过 B1:2 的歌吗？没有，所以大家可以陪我讨论吗？我认真想，最近真的很迷路。今天问日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有几个人喜欢那个韩国偶像，还有日本的那个Jennie's。就他们喜欢偶像，然后问他们什么样的偶像是有魅力，然后他们说 gap 是外表跟内性内表是吗？就是不一样的嘞，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嘞，还有。爱叫是什么？傲娇吗？是吗？傲娇的人，有傲娇的人，还有对粉丝就是有，那里，就是有啊，可以跟粉丝互动的人，还有有角色在 TDP 里面的角色，那我觉得像是应该 TDP 的话，就是阿胖面面是呀，是在 TDP 里面的，那
楚自然就是 MC 很会 MC 二姐很会讲话的角色吗？那如果啊还有那之前阿贝桑的话就性感女生这样，对。然后默默的话就是笨蛋的感觉，像是这样的。我觉得真的找不到自己了，对。虽莫担当，其实蔡子不能不行，没有什么魅力。好的地方，我觉得你对每个粉丝都很认真，真的吗？有吗？有吗？ありがとう。那我很认真说的话可以吗？可以。这个应该要问梅林自己。为什么？不是我这我，因为我真的自己找不到，所以想要帮你们捧我，就是粉丝们喜欢，就是怎么样？那你们什么？就那你们应该。很，那你们有前队的人吗？那你们喜欢上他们的哪里？是脸吗？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只有脸吧？可能有，一般是喜欢的原因的，一般是脸，但应该有个性之类的。反差，说反差，爱娇，不好的地方觉得是对自己带昧自信，我不知道自信怎么可以，那你怎么可以？我不知道，表现出来，在粉丝眼里你就是最完美的，可是你没有推我，对吧？爱娇啊，对对，有爱娇的人，我已经想到这两个。点点爆的也觉得是自己太美，对，很多人跟我说我没有自信的感觉，那在哪里是表演的时候吗？表演的时候你们觉得我没有自信的感觉吗？爱娇的中文应该比较接近。什么叫不会念？美林是哈罗王，现在不能讲，现在要对自己有自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不小心性感，什么什么？但是不小心性感是哎，什么什么是什么？现在大家对你的印象可能是乱摸很现代的感觉。我知道，可是这个角色没有很多人知道，而且表演的时候完全不会表现出这个变态的角色嘛。上次说生日你马上唱歌，上次说生日你马上，我超看，我以为美丽是有机件。为什么是自演偶像？不说的粉丝对你的基本印象就是乱摸派系。怎么办？还有，我想说，那我在直播的时候怎么做？怎么样的直播更多人来看我？还有更多人关注。我你的优点就是你很客吗？跟其他人不一样，哪里可以就是那你詳しく是哪里很客？其中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这个更加突可是工作人员说变态的角色还不难表现出来，不然不要这么
一直表现。美玲可以听刚刚 B1 的美丽哦。好好，我要放一下。看到你想到一件在国外的自己，所以想制止你。很少，这个应该，这个不是吧？自信中很多地方可以表现出来，舞蹈、讲话，应该是说我不是舞蹈，是讲话的事，讲话比较没有，讲话没有自信的感觉。除了角色和个性之外，我还有蛮想跳的部分什么讲什么舞蹈表演的部分很胖啊，可以有自信跟所谓的舞蹈谈谈 PK。 可是我舞蹈没有很厉害，其实舞蹈谈谈是谈在 EDB 里面的话应该是马友跟一元，他们真的很强，对他们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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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缘，有很多前缘，对，大概有40个人吗？然后要找每个人不一样的话，我不知道，因为日本的已经有3个人，对，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要找角色，其他成员在表演的时候会用自己的粉丝来吸引，虽然我做原因只是挑完表演而已的感觉。应该是那个吗？是面面还有佳丽吗？面面佳丽，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真的自己的感觉。那怎么样？我怎么调就可以更好？因为真的想不到，我真的想不到。我不想学啊，这不是不好的意思，可是我不想学面面家里的，因为那样的感觉跟我不太适合，而且已经有2个人那种的感觉，所以我想找别的地方的方式，可是我真的想不到，真的想不到。美女听歌耶，我念了，也不是跳，感觉很帅，不会没自信，特别是 AKB 和 TP， 这美玲家。如果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可以把现代的部分做更多之类，可是因为不能讲，就是真的太变态的事情，而且不知道可不可以吃老母皮，对，因为真的工作人说不行，所以我想着除了片段以外的事情有角色。上次迷你工你有表现出这个部分，跟马友的时候有一点是吗？有吗？你跳看起来不会没自信啊？不会没自信吗？那什么时候感觉到我没有自信？直播的时候就感觉没自信了。我觉得在直播这种很重要。我真的觉得我一直想睡觉之类的，然后乱聊天，所以可能那怎么样？同样的话，同样的直播，你们会继续想看吗？
想继续看，是吗？继续想看。虽然没有推梅林，但是我对 TV 他家的歌很喜欢。原来的这个变态的角色不能对待，退姐姐，对对对对，所以还不行，不太好。梅林的优点对粉丝很热情，很真的吗？可是这样感觉没有不会怼我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嘞，就解释的感觉。我想要更多粉丝喜欢我。上一次迷你公司也有出一枚的，觉得表现很好啊。嗯，应该是说不是表现很好不好的问题，那跳舞没有很厉害的人也是有很多粉丝，不是只有表现很厉害就让粉丝喜欢我，不会让粉丝喜欢我。他呢是很之外没有强力的影响，比如说什么，像我的印象就是最近的老师说自己帅，所以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吗？梅林应该要练一下 fan service， 对，我真的 fan service 很难，而且在迷你光的时候感觉到没有人看我的感觉，我一直看粉丝的眼睛，可是他们都不看我，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因为他家都已经有喜欢的成员，所以他们在看喜欢的成员嘛。可是我想要他抢走他，我不知道怎么对他看，很难。范国范是说好像美玲觉得自己的专长是什么，对，这个也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一直想我的专长是什么，我真的没有蔡艺也真的没有，这个也我的烦恼，我最近一直烦恼的地方。很多人有 TVB 很多人有很特别的地方，可是我真的没有，蔡艺真的没有。而且那我会打文字吗？这个很厉害，可是不会给别人看，就只有自己会看的地方。那兴趣的话，喜欢演戏是对的，我想用中文的演戏变更好，变好一点，因为我用中文的演戏有点不太好。错，真的，我想说，我现在参加滴滴吗？滴滴无说，然后在那边就是需要有一些才艺，可是我真的想不到自己的才艺，对，所以应该那边有很多人，而且真的很多，很多个性，很多特别的才，有很多特别的才艺的人。那如果再去那边，是有。怎么可以删掉自己？我不是挑最好，但是你现在比很好，这条很好看，谢谢。个性只想说什么什么就说什么，这边也是
一个可以滑梯的地方。哎，对，对，可是，啊，我也觉得我真的是，就是怎么讲，那得是就会直接讲的人，有中文吗？例えば、なんだろう、像是得瑟之类的，就是会。那应该我要看每个成员的地方，然后对，我觉得你啊，我讲了，我觉得给体育城市的印象来说，美丽应该是慢，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哪里是四次元？为什么？是什么没有嫖金的感觉吗？没有干金的感觉吗？不过美玲可能就要先先想一下怎么说能表演直接探怎么说呢怎么能表演直接探是不会让粉丝受伤什么意思要先怎么说表演直接探什么意思会让粉丝受伤什么受伤动作可以大一点，大一点像你形容。如何？哎，这个地方是，这个已经有家里跟面面是那种的感觉。而且，我想谈的不是这样。我想要比较性感，还有有活力的感觉，这两个。多想要，自己的特色不一定是动作，对上好像也没有几个四字元。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我是四字元嘛？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是哪里？有可能是特别的笑容之类的，但其实好好，其实你们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完全没有。女子力，美玲是和各个美潮女性，但话可以多一点。真的好奇你想讲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现代的事情是吗？是吗？ミレ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特是美玲自己说自己是吸血鬼，美玲觉得跳舞的时候要怎么有吸血鬼的感觉吗？讲话的时候有时候虽然这样讲对你不好意思，什么意思？等一下，什么意思？讲话的时候什么意思？因为就现在很多人的留言有点不懂。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什么这样讲对你不好意思什么意思不然人和都会因为想一直对还是要跟粉丝有多这个我觉得希望明天的跳舞明天的迷宫可以合作跟粉丝很，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因为美玲中文不够好，所以有一些对话就无法会意。就像其实粉丝留言是在搞笑，但美玲可能不知道粉丝的留言是在搞笑。对，对，我真的，なんだろう，怎么说？那在表演的时候。有 MC 吗？然后 MC 的时候也很想讲话，而且我脑袋有想讲什么，可是因为中文不够好，所以讲不出来。而且我怕自己听错，我听得懂中文，但我其实没有自信，因为我有时候跟冬雪聊天的时候。跟冬雪聊天的时候
听他们的讲话，然后我讲的事情有点不一样，就他们觉得哎、欸，我没有听得懂，对，所以有时候很怕，所以我可不可以自讲？对，如果我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话，怎么办？感觉，所以我真的讲不出来。可是这里的部分要习惯一下，但真的还有一点怕。往料理上发展，说不稳也做银变呢？银变，確かに这个我觉得我也有想，可是我不是我也想。要我上次有看你虽然看姐比较多，乔先不行哎、欸、我看你的时候真的一直看银姐的感觉不行不行，明天看什么是哪里，我努力回应你好、哦、想要抢走他，我从餐厅，所以全部都会看。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有兴趣吗？我真的没有兴趣，我真的没有兴趣。那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我真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嗯，我喜欢，我很喜欢 A 变演员。可是这个地方不能表现出来，在直播的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可以讲。真的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我每天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其实还蛮喜欢看演戏。而且我想自己的演戏更。在台湾的时候自己的演戏好片好，然后如果我回日本的时候就是我想当演员，然后在那边可以演戏，现在没有办法那么，对对对对对，就对我的兴趣真的没办法表现出来嘛，长出来你中文能称赞是智能化妆讲奇怪的中文，大文字，对，我感觉讲念留言很慢，吃完早点才回去。好的 ，Horse 可以介绍平常怎么搭衣服，这样也行。哎，对我现在我对马友也跟我说，就是我有。打衣服应该就是有自信，所以很多人跟我说要不要播 IG， 然后我忘记一直忘敲，我真的这个要想一下，要想真的觉得好，我一直想怎么样然后就忘记。弟弟那边会比还有可爆，因为势力强的人，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真的不知道。可以找你的兴趣再去学习变成专长，兴趣就是在意是打最美丽的。妈好好笑，对，而且直播没灵还会想到什么讲，上次迷你棍的时候很没有，对，真的没有。艾米琳那种感觉呢？艾米琳的感觉是什么？平常兴趣是体育滴滴，没什么。什么欺负弟弟是什么？我没有欺负弟弟，弟弟是谁？是自己的真的弟弟吗？
梅丁跟蕨菜迷是这样，就像是快点的感觉哦。迷你公看起来都比较害羞。嗯，对，真的 MC 的时候真的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就是梅丁有时候话太刺激的话，我担心粉丝听到可能心理受伤。心肝活力啊，说哎、欸，我真的念六言行吗？我在念的很啊，肚子很饿，怎么办？我肚子很饿，我吃一下零食。建议你直播可以先想好话题，这个也是我的烦恼，真的想不到话题。我应该有讲过很多次，已经两年啊，已经一年多开直播，而且一个礼拜三次，对，已经讲过很多事情，而且我最近没什么活动，也没有做什么，而且，对，所以花弟是真的想不到，嗯，还有我之前试试看，但是什么之前的直播的时候有想好过花弟，可是大概十分钟就解释这个花弟。是真的很，对，不知道，因为直播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他真的，而且我的直播没有很多人在看，对，所以，很快就结束我想好的话题，而且最近真的完全想不到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很。好的花地吗？所以你说我明天要上班，喜多也为什么不来？那你又讲什么变？哎，对不起，对啊，美丽你用吹。中一个，但是这个评奖不难表现，对，你可以人生 L 定位，公司不知道会，就是公司人跟我说还不行，那如果就是 TGB 因为还没就是新鲜 fresh 的感觉，所以还不能表现出来变态的，可是这个我觉得很好，如果这个真的很好，这个可以表现出来的话，我应该，因为就是应该怎么说，柏林也之前，柏林跟这礼拜的时候，我跟柏林一起去吃饭，然后他有跟我说，就是他对我的印象就是其实很有趣，而且很好笑的人，但是我在 TDP 的时候就是。没有人知道，而且很多人不知道，而且没有不会表现出来，感觉对。这就是你的优点啊！你这样 A 片演员，我全都大笑。你真的喜欢？对，应该
应该，那就不要讲 A 变好了，所以我讲B 变 ，B 变，我就是我觉得跟别的女生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样。可以跟公司讨论看看，蛮特别的，对，对，大嘴巴的歌，大嘴巴，哎，我听过这个名字。等一下，没有对人的演员吗？想知道，我喜欢。那我讲，我喜欢闪闪拥啊，明日花，就是这两个很有名吧。还有桥本阿里呢，橋本阿里呢，还有。南原美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应该七原美啊，是吗？南原美啊，对，我觉得蛮多的，还有阿玛兹卡莫天使什么什么，不知道中文怎么讲。不过蔡依是不是很烦恼？因为最近就要用，我真的很烦恼，我真的很烦恼。没事没事，我最喜欢，我不会选，我不会选第一名，我也是弟弟，我也歧视弟弟。其实喜欢外面跟脸脸是蛮正常的，所以我也觉得我其实弟弟像一串香茅柠檬，看每天想吃什么，什么，宇宙不是我不要，那个就得，那你，可是我不要，我不想。不想说，我想当宇宙啊，可是我不想说我从宇宙来的什么美丽，我不想当这样的嘞，不能就有点这种的，对这种的脸不好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之后的我黑理事变成黑理事的感觉。每个礼拜上次直播要上话题真的很难，对真的很难，而且一个小时，而且没有人，没有很多人看。因为你喜欢传达，喜欢宇宙，其实可以当治疗，是怎么聊啊？但是美玲可以有时候推荐何干的军师，是这种的。我已经不是已经讲过吗？就是真的不多讲，之前有讲过，而且何干推荐的地方也真的讲过。所以真的喜欢的衣服在那边买的也可以分享，这个你觉得一个小时就可以继续聊吗？真的这种的话题都是五分钟十分钟就解释对吧？对，所以我很不知道怎么办，人多的时候在那吃地也不做什么意思？晚安。然后为什么会要穿的衣服？昨天来了，你特别挺。继续问教师的心，想要吗？好久没有录问教师，你们有兴趣吗？
每天你看次日直播超怪，大家很。可是停电一个半小时，什么 B 变？对，因为嗯变是有点，我怕被工作人员被骂，所以我讲 B 变好了。B 变的话就不知道讲什么，日文 B 级。歌都很有名啊，可是你们不知道，就是桥本、桑桑、明日花，这个三个是真的很有名的，就来台湾有来过台湾的嘞。可是我记得，就是奇缘咪美雅，他应该台湾人没有很多人知道吧？我真的很喜欢他。真的可以讲吗？应该可以。为什么梅林会知道这些？嗯，因为我从国中的，不是我真的，嗯，不行，我不想讲。嗯哼，真的很厉害。他真的东西都很贵。天使，他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本当に知らない一面を見ました。すみません。你们会不喜欢我吗？十八岁要说十八禁的，对。可是我四个月后，三个月后就十八岁，对，开心。你们这种觉得，我起来，我怕这种的人，我怕对粉丝觉得有点。不喜欢这种的话，所以我不敢讲。那梅林应该很喜欢。再想到这个视觉的宇宙，会有一股明确东西。去了宇宙花地，哎妈呀，真的吗？美玲会不会跟妹妹抢玩具？不会，我不会给她。我不知道，我不会，我应该不会，会，我会怕的吃东西，抢她的吃东西。主办的命运比台湾台中要贵了很多之类的。啊，历史，可是历史有些人觉得无聊，而且我不会讲用中文，我没办法用中文介绍历史，好难哦。你的笑容很美，脱笑就可以，真的吗？谢谢。这是日本风格男生的穿的，你感觉男生粉丝多哦？是我要讲吗？还是要画画吗？我要承认，有时候会偷看，看过现场等等。明天还要早点休息哦，明天中午就要调好。十八以后，现在角色开心。那我问一下工作的，不是怎样的人，不是怎样会，就是粉丝有些粉丝不喜欢，不是吗？我想听你们的真心话，你们会怎么样？怎样的个性？怎么样？怎么样的印象？也厉害，这是比较小。
美玲会喜欢打 PS4 啊，对，喜欢。比较受是比较日本的，可是世界的也喜欢。但是我来台湾后一直没有学也没有看，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常常会看节目，就历史的节目，还有二姐有上课，所以对历史很就是有很多知识，但来这里后完全没有看这种的影片，也没有看学历史，所以我有一点忘记了。不可能每个人会有都会喜欢的，重点有特色，对。所有讲东西可以讲，不是一直讲，我也会觉得话没问题。我不喜欢明明就会海豚，不知道。我就会喜欢林杰与妙，什么多 M 吗？是吗？是这样念吗？表自己可能有些粉丝不能接受，可能觉得偶像，对对对对对对吗？所以我也不太想讲。那你可以直播聊 PS4 游戏之类的，或者是现在哪一个游戏要出了哦，也是可以。好，これも入れときますね。上次听到你说比较喜欢二字的，觉得很有趣，我也蛮喜欢的。真的吗？真的吗？跟我一样。对，我也真的很好。如果每天看绿色影片，学绿色会让中文更好吗？是讲中文的影片吗？啊，那这个历史剧，戏剧，人中子就是什么？啊，我知道最后的，快洗脑韩寒他们吧！我是要让他们知道，不是啊，可是他觉得不喜欢，他们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好玩。最近我玩了从《月光的歌》，我很喜欢。我也想玩，可是等一下，我现在 PS 我没在这里面，我现在有 PS 3，然后我上礼拜玩那个五。爸爸给我的，然后我一直很喜欢，从小时候到现在真的很喜欢。小时候一直觉得那个主角很帅，最近ハマってるものがない。これが私の問題。そう、我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在意，没有兴趣，也没有什么ハマってるもの，就是有兴趣的东西，而且真的没有，而且不知道游戏之类的，这个真的不行，怎么办？可能总之六是吗？绿狗我喜欢。最近人总之可是
西？真的吗？哎，我想买。买了柿子丸表，哎，好想买。有的时候菜酱就好了，兴趣是可以配啊。不行，我肚子饿。嗯，很多人晚上不知道绿色，真的喜欢玩游戏，可以玩的，不是这个不行。公司我问过，可不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玩游戏？可是他们说不行。嗯，这个有点很酷性的地方。对，如果可以玩游戏的话，真的，嗯，有话题耶。嗯，真的，一边玩游戏一边直播也对我来说很好。对，对，所以很难过，很酷性。都会有兴趣的，可是我想找。对，还有我现在要找。菜艺就是真的，希望三月以内可以找到自己的菜艺。我看我选第一款游戏，一直骂的，那个真的很好玩。其实也可以跟粉丝聊游戏内容，確かに。那个那绿が如く蓮，忘记了中文名字。人种之六吗？那个我爸爸喜欢玩，所以他就是绿が如くの一到现在都有玩。对，而且那个故事真的很感动，应该大家要买一下一到一开始，不然突然买起耶。不知道，不懂故事吧？我超级的冷静。你会念什么玩？这个我玩一次，我名都快气死了。我只有买这个都这个 Q。哎，可是你懂吗？你会懂吗？你会懂故事吗？这个玩一。一开始玩比较，可是一是那个 PS2， 我家有 PS2、PS3、PS4， 对，然后爸爸说可能会就是不会，不行，还是前播一下30分钟吗？这样可以吗？我不知道，先聊一下30分钟，然后。在学里好难过，我要知道一点，就是好朋友。有没有来最后讲？说不念啊，你先啊，我知道。你想吗？想，我也喜欢。真心的是什么？美丽不用练习跳舞吗？对，我要练习跳，所以我先看一下30分钟，然后逛，对，然后这个问题等一下处理一下。我很难过，为什么突然这样？今天吃了吗？还没吃晚餐。好难过，大家晚安。我一开始是嫌晚，你马上看到就是跟好朋友的感情，哭哭。他那个主角真的很个性很好，真的很帅，他真的很好。为什么哭？因为我刚刚播一小时，但是就断掉，然后重新开始。可是我不想，我想哭。如果因为突破30分钟，明天
票座你可以说是他的海波，好好笑。哎，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现在对工作就是烦恼很多，真的很多，其实很多。所以，哎，我希望大家，我想说大家可以帮我吗？真的迷路，所以我想要，很多人跟我说，就是厂长跟我讲，就是这样就很变好，这样的我不好之类的，会烦恼才代表在意，为什么很多烦恼？因为导演不是，一定会越来越多烦恼。工作人上面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对，你只有可以说，都可以来讨论。我的观看记录有，真的吗？还会烦恼啊，当然会，可是我真的想，然后我有烦恼，所以我想要解决，我想解决，对。其实蛮通格的，最近一直真的一直想怎么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角色，还有自己的美丽，还有自己的才艺，这个地方真的很多，很难，真的好难。我觉得我想要跟很多粉丝让跟很多人喜欢上我，好难哦。托个地吗？还太多建议，要，我需要。年长大就是烦恼越来越多，可是我不想只有烦恼的解释，我想要烦恼解决一下，不行，不想一直一样的，不想一直烦。一样的有一样的烦恼想解决，然后就带来新的烦恼。他说现在每天都每天想睡觉，会不习惯。哎，我一开始有讲，我真的现在很想睡觉。不是所有烦恼都马上解决的，有些是时间会帮你解决。哎，这个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应该自己要努力的地方。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加油，是吗？还是加油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要加油什么的感觉。感觉我已经来这里两年了，已经当偶像两年了，可是这个烦恼其实没有解决，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是自己的，自己要。说什么？自己错，自己没有去解决这个烦恼的感觉，对。哎呀，到睡不着就好了，我搞上很容易烦恼。这个不是，这个我觉得很好，可是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每天。因为工作的烦恼是每天会遇到，在去学校的，对，每天会遇到。最近有迷空，所以感觉到自己，而且我去滴滴，所以真的感觉到我自己的，那你就没有美丽的感觉。可能你中文变得更好的话，一些问题是，对，这个也是，我也想要自己的中文更变好。啊，中文真的怎么办？我有跟很多人多聊天，可是不知道。
的公关生开始做。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喜欢上我，所有的烦恼会因为爱的力量。傻眼。好，我喜欢你，没有，不行，不行，我不会忘记你上次跟我讲的事情，不会忘记。我觉得可以先解决语言问题，有时候语言打不的，很多事情会比较好。对，语言的问题也是我的烦恼。突然想到多报自己的前几年直播，我觉得可以真的配看到的机会。多报自己的前几年直播，哦，也是。感觉到自己不足的地方还很多，中文的确实美丽来说，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对，感受到在那进步，就是聊天哦，美丽，因为对方会为了你讲简单的中文，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事情不要怕出错。佳吉さん、こんばんは、ヤッホー。你都已经忘记我上次讲什么？哎，我没有忘记，你跟我说，照片比较好看，然后本人还是直播的话，就我的下巴很明显，很尖的，不会忘记。每天可能自己要吃都找难一点的中文，怎么找？怎么找？请忘记我说我要结婚的事，谢谢美玲。哎，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我期待事业，我真的很期待事业。就算他是有活动事，大大做也没关系，做了自然会进步。不知道出门的事来看如何？哎，我真的看不懂小说，日本的小说也看不懂，然后。对，很难。其实我有完全看不懂，真的看不懂，还是看一下。好，我努力看一下，对，为了自己的中文更好变好。那为什么都用超嫩的中文来训练你好了。好，那我想说先跟我讲，就是有一点，就是平常你们讲话的中文跟我讲话，然后应该我听不懂，看不懂，然后看不懂的话我问你什么意思，然后跟我说明一下吗？麻烦你们，真的就是需要你们的帮忙。应该很多看不懂，可是我这样的话我可以学一下难的中文，所以你们先讲就是跟平常自己讲话的聊天，给我留言，迷你罐加油，谢谢。但是陈远吃现在吃一料就跑到他身上要吃，不然真的好好好。学校都是关去关随便到今天来看。好，美丽，我建议找怎么问，不会这么多，也没有像是那样需要很讲的。爸爸真的要被梅林背骂了。真的学中文的直播唱中文就会进步很多，直播也会好看。我练习一下，练一下。但是我日文也很烂就是了，其实语言的问题很难。じゃあ俺は日本語を教えてあげる。いや大丈夫です。我日本語いいわ。ね、我日本語いいや。可是好像我也没特别的简单的中文。你大部分都懂啊？
真的吗？真的吗？我都一直不行 ，Google 发音真的不行，不好用，真的不行，完全不一样的意思，而且看不懂，我也看不懂。美丽是明天第一场吗？对，学新的字之后要常用和用自己的词组来解释，意思都比较容易记得。なるほど。原来如此。长问，长问是长的不长啊？长问，なるほど。长文，长文。那么中文可以找，台湾的也不知道的，一起学习。长文就是能分享比较多，啊，这样比较好。或许美丽，你可以的，用中文说日本历史的故事。哦，哎，我之前去。书店，然后我看一下日本的历史的写中文的诗，看不懂，完全看不懂。为什么我觉得你能说中文比日文好？なわけないじゃん。日本动画故事片在中文也可以。哎，这是怎么哪里可以看？Google 翻译真的很烂，对，真的很烂。我都是用 Google 翻译去翻单词啊，单词是可以的，单词是可以，可是文下嘛不行，很累。哎、欸，对他叫我今天买新的耳环。可爱吗？这个花很好看，这个今天跟小金还有艺人一起去逛夜市，然后我们一起买耳环。其实你从读不会到会讲真的很快，应该蛮有点分数这样啊。真的我不会勉強的那种学习，不会学。我在日本学英文的时候也很烂，而且不喜欢学习啊，除了历史以外。可是我很喜欢汉字，汉字吗？我国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会学到新的汉字吗？汉字，然后要练习吗？我，然后那你每天有功课要写，一辈子只让你一边吗？一边，可是然后可是我就。跟朋友一起写很多很多遍，对，然后我真的汉字还蛮长的，而且很喜欢汉字，所以应该学中文也比较快，但是发音很难，我不会讲的发音很多，还有，有时候有点文化也很难。台湾人说没有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吗？什么文化？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对，很难。写腔文，腔文，粗文。写很多字的时候就会乱，会乱。你可以去翻报纸，每天找试过，看不懂字写起来，然后每天复习。哦，也是可以的。
谢谢 OLKK 追踪我谢谢送我玫瑰，谢谢你。现在已经变成额外两部，真的吗？所以我看直播的越来越少。看宝姐是一个幻视，好，好，ありがとう，谢谢小地方，谢谢送我很多礼物，谢谢什么可爱，什么他在突然问可爱，是有一边吗？耳方哪有？是也有，还、啊、是可耳方吗？谢谢。大家谢谢，你找你有兴趣的话再看，不要看课本。我以前学英文是这样，应该那我是那个 fashion 喜欢的给，我很喜欢，我之前很喜欢，国小到国中的时候一直买那个衣服的 fashion 喜，对。大字吗？快想的。台湾也有，所以我应该买那个，然后学中文比较好吗？感觉可以，而且学到就是很女生的团子。日本汉字有些意思跟中文不太一样，对，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文化吗？不是因为台湾经常讲中文，它也不是，对，可是真的其实有。你的奶奶不会怎么听你的发音吗？会，可是我不会问的。而且我自己练习，我在走路的时候我会练习，就没有人的地方就练习，一直练习发音的练习。可是还是觉得应该我的嘴巴，我的舌头还不习惯台湾的发音。对，我让日本人这个。一开始很多人听不懂，对，听不懂。就听到有人说中文没有文化会很担心，一定是有的。但有些只是有些就是可随便讲，也其实听得懂，对吧？的感觉。有点可能要注意的是日本文学比较没有，中文有，台湾对日本自己没有，我会忘记，有时候我也会忘记。谢谢送我礼物，我觉得美丽越来越美了吗？真的有吗？有吗？美丽错过再绝有吗？啊，对，是像杂志，对。就是四项科一会耶、yeah! 很久没有因为那个很容易买到，好，我等一下去买好了啊，不行，我迷宫结束后买这个就算找什么会啊，平手日本十佳子国校多有，超厉害，对，真的国小有，对，所以我一直买，在家里很多，应该丢掉了吧，就剩了很多。你会写诗画是什么？诗画有建议柜的话有钉，还会有很多。哎，男人什么意思？有钉什么？我之前是看日文的英文汤子，是学日文，看日文的英文，努力没有成果，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虽然自己有点恐
我想去学中文。网络上说很多是这样写的，柜台偶像剧。なるほどね。知道是中文的剧片和很多。ヤッホーアイス。ヤッホー、そうです。ルーナ。あー、不喜欢。不喜欢、我不会、不喜欢。欸、不喜欢。真的不喜欢。我跟你说、国小、国中。あ、国中的时候没有。国小的时候、有上课。这个上课是、是吗？那个毛笔字吗？是吗？毛笔字吗？那个吗？是吗？啊，对对对，毛笔字，就是国小的时候有上课，毛笔字的上课，我真的不喜欢，我有，我每次都，那你，我只是点那点的，那个排斥的。是，然后下面，那下面就是那你，お手本ってなんだ？哎，不会讲，お手本就是，不是看看，那如果我要写一的话，一的话，如果我写一的话。要看字嘛，就是一的有お手本看字什么啊？看不懂字画吗？然后我每次都那你哎，我先用日文讲好了，就是お手本の紙があって、それを就是紙の我要画的是吗？排斥的那个。白い紙の下に引いて、然后我就写那个，哎，那是什么印出来的字，所以不是我的字，是很漂亮的那个写，直接写，我就是。听得懂吗？有人听得懂吗？有人听得懂吗？用影印的感觉是吗？对，是像是这样，就是是吗？不会讲，我不会讲，哎，算了，蛮好。磁铁，就是还很。習字の手本あーつーぴえなよつーつーぴえらんはーばーやんしえるのかなすまんめりんつぐてんじゅくいぜんよりこしゃつぜんよりどんわんじゃつーYeah. 有人会不会翻译不行吗？有人听得懂吗？感觉没有人听得懂，感觉没有人听得懂，感觉我也不会讲。你可以说写下来，但是打的中文怎么念，意思是什么？这样学比较快。欸，我其实我有写，我有写，而且我是每次都截图，然后解释后看截图，然后就写看字。你就把老师写的吃饭下面，然后菜上面，欸，对对对对，你很厉害，对你听得懂我讲的，对，对。所以所以我真的十秒就解释，然后得
这样啊，这样就是损我用语，会学很快。对，这样，所以我真的不喜欢，不喜欢毛笔字，不会。下次你准备题，然后写诗，我想看你写。可是大家知道吗？我鞋子蛮漂亮的，真的。我每次都国中在日本的时候，很多人在班上的人，还有就是老师会跟我说我鞋子很漂亮，然后，来这里上课的时候也老是看我的字，然后他们一直跟我说我的鞋子很漂亮。那写中，因为我喜欢写汉字，对，这一块这一边就掉进去写汉，可是我不喜欢毛笔字，是用铅笔写的，对，不喜欢毛笔字，毛笔的话我会变脏，很多人。看我的字，很多人问我有学过毛笔字吗？我感觉，但对，每天按照现在的积分可以两小时。可是我刚刚没有一小时，真的很难过。只是条件不喜欢的东西太有趣啊！我要挑战毛笔字吗？毛笔字的计划吗？然后在 IG 还菜直播的时候，你们觉得菜直播还是菜 IG 比较哪个比较好看？好，因为一小时，因为刚刚断掉，所以没有算一小时，应该吧？我不知道，很难过。应该是比较，美丽不是八点开的吗？现在9:30了，对。可是我刚刚我就什么不小心嘛断掉，我不是我用的，就突然解掉，所以没有一小时，现在只有30分钟，我30分钟。鞋子好看很厉害，很厉害吗？不是，真的吗？IG 如果写作还可以重白，可以在直播练习 IG 发表啊，也是可以。那我买一下毛笔字的东西。配信慣れてきた？配信ね、慣れてない。今日は話題っていうか話したいことが相談、みんなに相談したいことがあったから話したけど、話題があったけど。これからの配信ちょっとまだ心配かなって思います。很臭，很讨厌。对，而且衣服会脏脏，而且手也会脏脏，很麻烦。而且片付け解释后的那种很麻烦，就可以买到日本的用具了，毛笔。没关系，ダイソー我就买到。现在就是这样聊呢，原来的词你一定会，加油，赵觉带你去买。现在有原子笔感觉的毛笔，现在只会感觉小吧，真的吗？感觉有进程的感觉，你一起，嗨，耶，一乐，那个。我觉得我的直播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没有力气的感觉，让你们觉得有点就自己从自己表现出来无聊的感觉，应该这样不行吗？我要改一下。我要等一下，可是有时候真的很没有力气。但我花量有进
我会让以后的直播有惊险的直播，努力，我会努力。我学校的时候那种脚，怎么念？怎么念逼？怎么怎么逼？如果我觉得没力，就多尝试看看。美玲遭到菜意了，哎，二姐是这个可以，对，真的可以，哎，这也是马友姐姐跟你说的吗？没有没有，这是自己觉得，对，自己觉得，因为早上上课我会被称赞嘛，对，真的很累，对，真的很累，二姐，其实我，因为我没有，因为真的没有花地。其实退直播有点惨的感觉，对不起，就我真的直接讲了我的就感受嘛，是真的每次都要开直播有点惨麻烦，因为真的没有花地，而且没有很多人在看我直播，对，所以有点这个也是我的烦恼，对，真的我没有人气，真的对，所以越来越对直播的感受是不好，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工作，我的工作，而且可以跟粉丝互动的地方，所以我想改一下自己的想法。对，髪切った子、髪結構前に日本かい？髪結構1月に切ったんだけど。そう、对，就是应该对要好想法。懒惰。懒惰比什么？英姐的话，我都是去乱讲话，让大家这样就不累了。他很像就不累了，但是有开直播才有我关注。美丽青，星星在看你直播的，这个没有看法。对对对对，因为没有费，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我没有看，但是我在听美丽，很开心。谢谢。我里也有过这段时间觉得直播没人看，对，真的没有人看，而且自己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不知道要说什么。说，但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看你直播的，谢谢谢谢谢谢。可是其实慢慢多就是。一个，真的一个多变多，有感受到，但是，还是觉得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我真的最我不想懒得直播，对，所以我也慢慢想一下以后的直播。要怎么过？可能没有花地，但是至少要精神，讲话的感觉还有，对，还有什么感觉？应该很重要。刚刚是，只要赶快去，赶快丢掉那种想法。可是真的还是觉得很，因为我都去看，就是什么，艺人，日本的艺人的直播，学一下他们在讲什么。可是他们都是因为有很多的粉丝。所以粉丝多哇，留言，然后他念一点点也是就
过很多时间感觉。所以而且看让来不及大胆的看一下怎么做，他们都是在唱歌，唱歌有点不行，没有自信。可以看台湾网红的，但是不好的不要学。为什么？不好的不要学。要看网红，難しい、本当に難しいんです。我还是喜欢酷酷的人。一开始也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今天就用很多留言啊，因为今天我就是真的想讲，我今天决定就想讲，想讨论。所以今天很多人给我留言，很开心。经过两年多，就慢慢变多。你可以考虑故意把时间开久一点，然后其他粉丝就会跑来看。会吗？我是会吗？我想说，真的，我的直播是变少，我开一小时、两小时都是看开直播，一开始很多人在看，然后慢慢变少，就是平常一样的人。这样是因为我的讲话的感觉不行，还是什么？同样在他们听，一直看我直播。哎，我一个。没关系，但是有点是日本漫才的表演，他一开始说很少，其他太关了就会有心，哎，我，所以我是，没事，没有，没事，这些都加班就会有其他太关了，就会有人来了，哎，我是大概晚点开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在晚上。开直播就 TV 的人是大概晚上八点到十点内很多人开直播，真的，对，拼日，所以我应该下礼拜可能晚上就是11点，我先。试试看几大时间播，但是我不会讲，我不行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真的不行，越来越没有精神，真的没有可以聊，跟几大人可能就会来了，是几大事，比如说什么。什么？例えば何ですか？例えば应该讲 TDB 的事情的话，可能不会来看新的粉丝的感觉。你快讲两小时？真的吗？什么事呢？今天就有点太多。美丽山药级的成员粉丝来看的话，就多占几的成员花地耶。好，好了，就这样说话，两小时真的很累，对，真的很累，真的很累。一小时就好了，这个观众不要强迫自己。美丽有先生的话，直播看起来很有趣，真的吗？可是其实现在也很没有很多人在看我直播，真的。其实跟平常一样，就是看他出来就习惯了。不行，真的不行，其实晚上11点我比较方便看，真的吗？为什么？应该有些人会想睡觉的时间，但是这时间 TTP 的成员们不会开，我对找到一个时间，对，而且自己也晚上不会睡觉，所以开一下早集的成员一起播，我。开过银卷，还有麻油，其实还好。我想找其他成员，
誰がいいかな誰かな。1回1時間以上ってルールなんだっけ。1回1時間以上のなんか人によって1週間に開かないといけない時間が決まってて、私は 3.5 時間、1週間で 3.5 時間をのノルマをクリアしてでも1回のライブ配信で最低1時間だから、私はだいたい1時間1時間1時間半か1時間半2時間っていう感じでやってます。ボーリーね、可以ね、应该可以。虽然都是晚上十点开始到十二点，真的吗？所以应该很没有很多人，没有人开直播，所以很多人会看吗？好，其实我现在还在工作，是哦，好的，我都可以没有一线之隔，谢谢，なるほど，嗨，我现在也是在，谢谢大家投看我。十一以后开的人比较少，对，因为我上次十一点开的时候，其实比平常，比平常坑没有。一日三十分毎日っていう選択もあるのか。いや、一日三十分はダメ。あの一時間半、あ、違う、最低一時間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ら、三十分は無理。ことです。一定要开一小时。配合班好像也慢知道哦，なるほど。阿班呢小三的直播很有趣，以后一定会。真的吗？真的吗？很有趣吗？可是我觉得银姐的直播感觉很多人去看的感觉。是要跟几个成员有一个小一个一有一个时间，人才会流进来。因为这种阶级制度，所以越少成员开直播也比较多。なるほどね，原来如此。如果要几个人看直播，应该要在底下让 live 的直播开心。是开心哎，对，我想要就是不是 PDB 的粉丝的人来看我，然后就他们让他们喜欢看我，这是我的目标。对，不知道就是不是 PDB 的粉丝的人怎么可以？有些人有些粉丝是在 Run Live 的时候喜欢看我，还有之前 showroom 的时候喜欢上我的，对，对，但其实蛮少的，他真的偏多的。之前我开车的时候，对他真的很越慢，对我也觉得他，我去他很多。ごめんっていうか人の話聞いてたってコメントしちゃったの反省。何が何？人の話聞いてたっていうコメントいつしたの？いつした？开始 DD 无数之后一定会的，因为电视会播。其实 DD 无数也对 DD 无数也有烦恼，但现在还不能讲，不会讲。但跟 TD 粉丝想不太一样，对，感觉不太一样。对，我觉得如果我一直想。如果 run live 的人 ，run live 的人，观众观什么的人，是不是要准备一下麦克风，然后唱歌的感觉？他们都在用麦克风讲话，觉得现在这个的话可以期待，因为真的是阿妈你来了的呢。我看过几个台，我看不下去，为什么？其实有时候我基本上也知道大概，但我知道不能讲。哎，卢卡ちゃん，やっほー！卢卡ちゃん来てくれた，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シェイシェイソムメイコイ、ありがとうルカチン。ヤッホー、コンハヤッホー。はい、我要宣言します。我要在直播的时候一定化妆，如果不化妆的话，在直播的时候化妆，可以吗？至少要化一下。我应该不会涂睫毛膏，可是一定要化眼影，还有眉毛、口红，口红可以吗？可以。美丽要调整的话可以啊，调整什么？我都是为了寄送你的礼物才勉强看你。なるほど。那天跟卢卡一起直播一下了。好，可以啊，卢卡ちゃん今いる？卢卡ちゃんいますか？いるならコメントしてね。直播好像也很有趣啊。对，因为已经我在直播十点，我忘记怎么念。对，已经十点，だから应该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化妆。可是我怕让你们知道我变私言是吗？あ、ルカちゃん今度一緒にライブ配信しよう。ライブ配信しようねって。很多人唱歌我听不下去。卡了。唱歌我听不下去，白子都喊了，我自己玩吧，就怪我了，难道呢？那不要这样嘛。直播化妆可以啊，想看你的化妆，可是我觉得你们知道的，我的私言跟化妆完全不一样。之前我有直播化妆过，可是他应该是有底妆，然后也有画眉毛，不是吗？还有戴眼影吗？不是吗？不是眼影，是眼什么？我忘记。今天一直是很久没有这样了。耶，拜拜，小姐，来送的迷你光，頑張ろうね。一緒に頑張ろう、頑張って。ルカちゃんも初めてのちゃんとした。ミニコンサート頑張って頑張ってね、頑張ってください、一緒に頑張ろうね。想看私演你没有看过吗？我在直播的时候常常私演，我完全没有化妆。对，美玲会变成谁？其实相机关系私演其实还好，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没有眉毛，因为我有蓝眉毛，不是黑色的，是金色，我的眉毛是金色的，所以看起来没有眉毛，而且真的没有眉毛。那为什么其实还好？哎，其实我没有跳很多，所以你们都看得到我的直播。都看得到吧，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皮肤是其实很好的，自己讲，我的皮肤很好，所以其实没有今天啊，我有底妆，对，没有底妆也一样，就是黑眼圈太黑，很黑。原来我看过，应该你有看过。美玲在直播时，对，我常讲会，真的没有眉毛。浪姐的唱歌的直播有很多会硬，就是牌子不好。天啊！哎，那浪 live 怎么办？那很多人来看我的话怎么办？觉得我做什么？觉得？很多人会来看我，而且可以追踪我。有时候随机看会吓到。すみませんね。その指は很好、很白。哎、
没有很排斥，可是我觉得很好，但其实有点不好摸。现在最近，会因可以是排斥，像是玩音乐的一听就知道。我对音乐没有很厉害，是我应该不知道。我想讲说话，啊不行，更级带点吓到我。啊，没得说的，原来粉丝是每次直播在 IG 宣传。也好努力，努力，努力，我会努力的。頑張ろう。那下礼拜，每天记得时间哦，你还要练习迷宫。好，还有八分钟就一小时，所以先播一下，还有八分钟。对。スノーエンポイントの三つ編み可愛い。ありがとう。外しちゃった。取っちゃった。因为我秃头，所以换一下头发了。喂，这说话看来是真的有嫌疑了。我刚才干什么？呀，没有没有，我花亮播一下，现动宣传花亮。因为就是要我不能三天播前动，想播的要前几天跟工作人问工作人可不可以播，所以而且不会三天回我，所以我花亮就是博士那个花线洞，哎，今天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化妆吗？有化妆吗？听说要好几天，对，真的要好几天，对，会一个礼拜内，但是真的有点呢，不太，方便。看前有一位不要戴耳机，不然耳朵会痛。掩饰，撮っちゃった，ごめんなさい。对，所以我花亮，那反正直播都是已经定时间，可以是，对，我会花亮，但其实真的有时候要改时间，对。可是我花样，每天可以宣传，我会努力的，真的，对，我不会忘记，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要努力，好，我会努力，好，頑張ります。戴耳机算戴对耳朵不戴好，为什么？真的要几次直播的日期？我有记得，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事情不能播，就是真的有。所以应该很多成员就是团练不会播，是真的有。会重听，如果忘记就会 call out。其实我最近真的没有忘记直播，就是真的打到别的事情，然后就没办法开直播。因为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因为不相信，你知道你真的有忘记。我没有不相信你，可是我讨厌你。谢谢你的建议，很喜欢。但是讨厌你，其实那个
それでミリちゃんの化粧配信待ってるね。化粧道具、いや男の子ってそういうの興味あるの。え、だな、只要有时间慢就无法开直播。对，就最近真的没办法开直播。目覚めるかも。いいかもね。最近、因为最近男生也可以化妆的时代。对。这首歌好听。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虽然虽然我还是不喜欢化妆，每个人不一样。男生其实不用的，但是我想要，我真的对男生的，我想要，我不需要男生化妆，但是想要保养嘛，就是不要随便对皮肤随便，嗯。但是这段化妆，呀，あの上节目的人大概有化妆。ミレイだ、え、为什么你知道厉害？对，脸部保养，对对对对，我没化过妆。你是男生女生？可以了解一下，这样跟我妹比较有话题。哦，真的吗？错错错错，トミヤマ，ミレイちゃん。他的歌真的很好听。我是男男，男生很多人没有化过化妆过吧？对，没关系。可是至少要保养，保，不然真的就是对皮肤不太好。就有乱化过，我觉得可是很丑，为什么？お腹減った。肚子很饿。エロ袋って初めて聞いた。え、あるじゃん、エロ袋ここ。なんか日本人の女の子のエロ袋か、ここにあのアイライナーで書いたりしてますよ。之前参加活動有化底妆、底妆。在保养皮肤，我觉得保养皮肤的人很好。我只会去修眉毛，哎，修眉毛也很重要，真的，我真的，哎，我跟你们说，我很喜欢看眉毛，然后很乱的人，很乱的人，我会想修，真的，我会真的很想修，因为我真的喜欢很干净的嘛眉毛，所以我讲过，我很喜欢默默的眉毛。他的眉毛很漂亮，就是他虽然他有斜，可是他的斜的感觉很漂亮。我痘痘太多了，放镜子不行，你要干变好。我只会留头发，啊也是可以，头发也需要。美丽想吃东西了，对，今天到12点没有，我快结束了，我要关了。是听说。化了底妆会皮肤干燥，对对对，真的，我也是，我因为我是要工作，所以我国中的时候，我国小的时候开始化妆，然后到国中的时候也有化妆，很喜欢化妆，但是我不想对皮肤不好，所以我没有底妆，底妆不，我也只会黑眼圈的，只会画眉毛。还有眼睛、嘴巴，还有黑眼圈，但是因为现在要工作，所以需要底妆。但是我的真的什么皮肤会很干，真的很干。嗯，眉毛应该再留都没有，对对对对对，对很干，所以我不太喜欢底妆。
对，我去学校的时候也会化妆，有一点点，但不想底妆。然后 TTT 的练习的时候，大家都有化妆，可是只有我没有化妆，因为我真的不想化妆，不需要的时候不想化妆。我每次都什么都没有，没有化，然后他，然后之前老师跟我说，美丽每次都失言。底妆之前要洗做保，我有，可是会干，而且，不能太多涂那个那里保养的东西，可以化妆水，化妆水，可是，なんだろう、不会讲，固形クリームとか，那个会。太阳，吸引太阳吗？太阳，哇，底妆也好，可以在美丽日化洗。不要，やばくない？ね、这里有很多。练习不用化妆没关系吧？嗯，其实之前工作人说不行，但越来越没有这个，所以我这个都是没有化妆。对，我的大头贴是最近刚梳的眉毛，但我眉毛本来就很浓，看不到，看不到大头贴，对不起，看不到大头贴。化妆水，可是我只有化妆水就会。还有就是香水，我觉得香水还很我很喜欢很香水，对。可是学校我对，很多人跟我说我很香，但是学校的人，那个鱼在之类的不喜欢香水，所以跟我说我很臭。可是我想说，男生喷香水我不太喜欢，是那个洗衣服的呢。对对对，就是我男生不用香水，男生是那个洗衣服的那个很香的柔軟剤，日本很多女生喜欢男生的洗衣服后的那个很香的味道就够了。我都用 Chanel 的背景，我不知道你用 Chanel 的吧？可是应该每个人不一样。可是我不太喜欢男生专用，男生就是男生会用的香水的味道，不太喜欢。而且不要笨带的，可以喷巧克力味道的香水，我会想吃掉。我也有用柔軟剤，对。日本的柔軟剤很好用，日本的，对，你们买一下日本的，台湾的完全没有味道，日本的很，然后比较拖一点，会就有很香的味道。不要的不，我不想吃掉你，因为我讨厌你，那是因为的味道讨厌，可以说很。就是在国外带回来的坏习惯，不是很厉害，很好，我觉得很好。我当中的有比布拉啊，布鲁咖喱，布鲁咖喱，你也用香水哦。昔体育の教師が、汗は男の、やだやだ、それはもう体育教師も、やだ。やだ。化妆的习惯喷香水，臭男的。我留这样花才发现女生香的味道是洗发精，对，真的洗发精，对，对，洗发精的味道也很喜欢。洗发精跟男生是洗发精跟柔軟剤的味道就好。
可是哎，阿贝山的香水很香，阿贝山进过前我的前面，阿贝山进过我的前面，很香，真的很香。我其实也是用 Bulgari 的香水，怎么样？我是在电视闻到很香，就一直买东一罐了。我高中是做体育科，会跑在女生后面，变态。我也是喜欢的，一直买。我已经现在用的已经三罐了。想问味道变淡，那美丽一定是跟我一样味道。哎，不是，我没有用过 Bulgari， 我是那个女生的 Jill Stewart 的香水。Chanel 的 debut 有机会可以看看，有女生也用。我喜欢 Chanel， 我也有一个 Chanel 的，我喜欢这个。Chance， 香奈儿的 Chance 很香，这个很香，真的很香。但我这个完全没有用，我一直用另外一个的。我们班男生比较多，我们都一群人，变态，真的很变态。它是什么样的味道？等一下我喷一下。很难，有点花吗？我不知道，哎，真的很香，不知道怎么讲。花果香，Jill 的我只送过了，那没有自己用，因为 Jill 的是女生会用的，男生不会用的吧？那个是像洗碗澡的味道，对，像是这样，对。像洗碗澡的味道的感觉，那个さっぱり、すっきりみたいな。你有看过香水的电影吗？没有。我们班多为了一群变态，我刚，没关系的。难道我就不行用一下？不太适合吧？那个真的女生的味道，不是男生的味道。我喜欢喜欢这样的味道，我也喜欢。可是我不告诉你们我用哪一个香水，只有我很香就好。美丽明天表演还是后天？明天，嗨，那我要去练习睡。我要关直播，每次都我要关直播的时候就讲很多事情。我可以分析你男装，真的吗？我以前在小学校，哎，是你是女生还是男生？我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一直觉得你是男生。我以前在乡下学校跑一百好吗？第一名，为什么？想象的学校比较快吗？的意思吗？要自己握手会问出来。好，握手会的时候我问一下很多。そう、今日ね練習したらいっぱい間違ったんだから練習しないとダメ。不然明天真的完蛋。如果明天跳错，大家也原谅我。我会努力不要跳错。好的，拜拜，快点去练习吧，晚安，辛苦了。明天可以画图看看迪拜的也是，香港好看吗？好，练习的时候想到我会比较顺利，期待明天你的表现。明天加油，蔡婷婷婷最支持你，谢谢，明天好，拜拜，谢谢大家，下礼拜见，拜拜，谢谢。最后加油。拜拜，永远相信，谢谢。
拜拜，おやすみなさい。谢谢陪我两小时，拜拜，谢谢。またね，拜拜。谢谢，送我礼物。拜拜，拜拜，拜拜。